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，全球上下齐心抗疫。在这里很多谢前线的医务人员紧守岗位抗疫，我们在加拿大支持你。新时代集团发起筹募善款，主办齐心会更美全国筹款日，2月2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由早上6点至晚上11点，呼吁大家慷慨捐书。请大家到加拿大红十字会网上专业捐款，慷慨解囊，多谢你的支持。